你有想过有人要走就是成人偶像的路线？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不能排除，就人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在做事嘛。啊，人不红的时候，没有钱的时候，可能我就开始做，为艺术而脱还可以，为艺术而脱不就是脱光了？三点全裸那种拍片，那个作品得要够吸引我。问题是没有人要看啊，谁要看我脱光啊？可是你是有自信的吧？好逼人的问题哦，谁没自信啊？姚军说签唱会挤爆北车，前人抢拍，不排除当成人偶像可以全脱。耶！哎，最后一次了。推出新专辑 Race 十七号在北车举行前唱会，让上千名歌迷嗨翻。那还有哪里要补画面的？我们电子媒体的专辑报挤爆，达到对，有，已经超乎我的预期了。今天天气真的蛮好，对，真的不会啊，我觉得没有，哪有？今天天气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很冷，别想逼我脱衣服。穿太多。我穿，我还穿。我现在身材真的还好，这阵子又刚好宣传期，超级忙，没有什么时间去健身房。我已经两个礼拜没上健身房了，所以我自己会有一种容貌焦虑、身材焦虑、身材焦虑。你现在是全部肌肉都没了？没有到都没了啊，就是没有那么好。那你现在是长怎样？就怎样？不是我说是在他下面，下面长怎样？不是啊，胸肌身材啊，瘦没？我太瘦了。你有想过有人要走就是成人偶像的路线？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不能排除。就人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在做事嘛。啊，人不红的时候，没有钱的时候，可能我就开始做。没钱去开 OnlyFans， 我开会有钱赚吗？要牺牲自己的。有啊，我肌肉如金耶。你都脱了差不多了。哪有啊？你是出卖身体哪一种？到什么钱？为艺术而脱还可以。为艺术而脱不就是脱光了？三点全裸那种拍片。那个作品得要够吸引我。不过你是没有人要看啊，谁要看我脱光啊？可是你是有自信的吧？好逼人的问题哦，谁没自信啊？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，你们工作我应该也可以，对啊，我也很会问问题啊。好，来，真有对象了吗？问你啊，你就有对象要问？我是问你，我问我自己。对啊，你要假装你自己。问我自己哦，要有梗哦。哇，淘汰面试失败。淘汰。看你们工作是非常的艰难的，完全没办法胜任。交给你。你什么时候才要交男朋友？我身边很多朋友，小赖哥。好，My God！ 来，我直接就开始。